金玉言是不成了吗？回皇后娘娘，微臣看过京师的脉案，油尽灯枯，怕是时日不多了。时日不多了，那有些话必得问个分明了。 好歹是宠极一时的贵妃，如今这般落魄，怎不见宫里的奴婢啊？人呢？奴婢在。院落如此这般，怎没人打扫啊？自从我们主生病了之后，就再也不许奴婢 打扫这院中的一事一物了。外面候着。是。 是宽生了吗？还挺着个肚子来看我笑话呀。本宫有些话想要问问你，只是知道我快不成了，所以赶紧跑来问问。我偏不告诉你，许多事情没有我的答案，你再疑心，心里也总是难受的吧。 你这样我最高兴了，你不高兴，你比谁都不高兴，所以你不吃药不医治，自暴自弃，撑了一辈子，要强了一辈子，大头来自己的尊严里面都葬送了还不算。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抬头做人，让母族蒙羞，辜负了王爷的期许，真不知道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你为了御史尽心尽力，你还不知道御史王爷不要你了吧？ 你以为你提王爷就能从我嘴里掏出话了吗？王爷不要我，你们也想得出来。御史王爷给皇上上了一道密折，说你根本不是贵族之女，而是不知道从哪儿抱来的弃婴，甚至 都不知道是不是御史人。你闭嘴！臣妾圣上，臣近来经文族内经风韶国的宫女，玉颜是非其余，是父母所生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御史王爷的手迹，你不会不认的吧？
为了这么一个凉薄的人赔上一辈子，不值得吧？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王爷的一个微笑，结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真是太可惜了，是太可惜了。本宫来想要听你一句实话，景寺是不是你拆的？不是我，景寺不是我孩子的，影妃的孩子也不是我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富贵会跑出去，为什么富贵会杀了景寺。我当时一心坐在永璇的腿上。你不信是吗？你是皇后，你是整个后宫的敌人，拉下了你，别人才更有机会。在这个宫里恨算什么？为了利益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问我呀，我都告诉你。你问我呀。孝贤皇后。是我挑唆接了梅嫔的手，让她跌入水中一命呜呼。梅嫔和怡嫔的孩子呢？是我看不惯他们，提前安排了一切，然后让慧贤皇贵妃去做的。是我。还有怡嫔宫里的蛇眉也是我差人去做的。在这个宫里，人人都有私心，你不利用他们，就只会被他们利用。他们只不过是我的替死鬼。永璜呢？也是我，是我告诉的，他的母亲哲敏皇贵妃是被孝贤皇后害死的。所以他才会在孝贤皇后的灵前失仪，让皇上厌弃他。你还想知道谁？对，阿兰也是我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啊，阿若，你记得吗？他在东四门罚跪也是我救的他，是我把他带到皇后跟前，让他背叛了你。你看他多恨你。我没说两句，他就背叛了你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淑妃，不是我。他怀十阿哥的时候，我们母子地位已稳了，我害他做什么？你都知道你想要的答案。你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就是为了让我说出这些，让我说出这些你想要的答案，才骗我的，对吧？我是秦玉言，对吧？你别走，你别告诉我，你是骗我的，你毁了，你别走，你毁了。谁在那儿听戏呢？令妃玉玺，太后高兴，在书房该传了戏。哦，后妃玉玺，宫里总是热闹的。
佛祖保佑，保佑信女顺利诞下一名皇子，荣耀自身，福延万代。